就慢慢杀死他一些。所以呢，28号外面的警察一下子都不见，害怕在路上那个有心人如果遇到碰到了一个警察，他就完蛋了。埃及人决定要跑过去了，最大的一个广场，埃及博物馆那里呢，他们就在那边就坐下来的静坐游行，吃的喝的住的都在广场那边。有一个统计，